小灵儿，姐死死姐死！哦，这哭了好像哦，你们两个的表情。好乖，叔叔太可爱了，帅的。看啊，叔叔的表情。你不觉得很乖吗？你才会好。复刻，不复刻了吧？哦，不用复刻。哦，云儿好乖。云儿太可爱了吧，眼睛圆圆的。好卡通啊！这哥哥好惨呐、啊，一个人撑起了这片天。你看哥哥一直在抱我妹妹，看到没有？总是当家。给我看图卡。哦，天赋。去睡觉了，一个。哦，哦，三喜，三喜，看三喜，三喜小时候嘛，你要看。啊，真像匡胜啊！像，像不像我？像不像我？太像了。这是我呀。你看你弟弟走路，看好看好。三喜太可爱了。你打算走啊？拜拜。哦好，哎呀，你小时候哇，他不在意，还在这里。你看马里奥，看呀，他比谁都配合，这样你都能摇得起来，你俩真是同频。我俩真搞笑。这谁？这谁？你说是谁？这是谁啊？这是我，我这是你，我哪知道呢？我，这是哪里啊？我想要什么？我想要。啊！光头强，这太像光头强了，马里奥。大个头，大个头，你呀、啊，哪是三喜？我太小了，姐姐，这是我姐姐。哎，我知道，我看出来了。姐姐是喜文，我乘以二。哎，这有点傻。那你今年几岁了？3岁半了。那你给我唱首歌好吗？只能我若为。哈哈哈哈哈！一米二的副角是。哈哈哈哈哈！啊，你会跳舞吗？哇，你跳是什么舞呀？啊，没错，哇，马里奥可以啊，全能。阿咪咪，爸爸，哦，这个颜值简直是。大眼睛，长得好哦，小米，她很漂亮不？小时候，看到你自己小时候什么感觉？是不是很可爱？安定啊，因为你小时候很健康，一定要保护自己健康，知道没有？哦，小宝来了，那到你了，到你了。哇，宝宝小时候脸皮就这么肉哟？他太白了。哇，第一张吃了什么？阿宝宝，你都是表情包子呢，这都是在吃吃吃。我给你放这儿了。是在节目里的第一次。猫猫怎么叫的？喵喵。妈妈。爸爸。妈妈妈妈。妈妈，我，嗯，嗯，哇，太棒了，阿宝宝，阿宝宝好害羞，太乖了。你去洗完电的吧，让我到洗手间跳舞吧。爸爸要打枪。阿宝宝。阿宝宝。
哇，阿宝宝，好可爱。为什么没有我？他喊了一声姐，去年。你刚刚喊的什么？哇！康巴汉子，草原上的雄鹰。哦！在海边是不是？哇！哇！你在家里面。我怎么了？舌头坏了，烫坏了舌头。可笑不笑？可笑不笑？眼泪都笑出来了。还有网友的祝福，还有网友的祝福的。真的好喜欢可爱家，他才五岁，家庭教育真的很重要。杰哥真的是个好爸爸，允儿我的梦中情娃，马洋简直就是我的理想型，西边的柔情壮汉，霸气的外表，细腻的内心。嫂嫂叫你自信起来。哪个是眼睛亮亮？就是我们给爸爸找白头发的时候，有人看到眼睛哭了，知道吗？各位爸爸妈妈们，宝贝们，你们今晚玩得开心吗？开心。我们要为开心加码，我们还准备了几份礼物。第一份礼物呢，是互助会的成员们发来的祝福。祝我们小马哥君爷、马里奥爷爷、小蜜蜂骆驼，还有荒野牧场的16匹马，祝你们全家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希望每一个人遇见你们的时候，都能被你们传递爱和快乐。希望佩豪和安娜、小米、小宝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你们幸福的脚印。希望我们的小三喜能够茁壮成长，当然也希望三三跟旷胜你们越来越相爱。那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够快乐。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全职爸爸互助会会一直在，一直都在。谢谢。哦，来自美国的，来来，大家好，我们终于团聚啦，终于合体了，对，已经分开了8个月，终于都在一起了。小姐，恭喜恭喜，得了基督的红旗，现在可以加入我们，我们两个人可以做一个新的俱乐部，二人俱乐部，玩具俱乐部。葛佩浩，我听说了。小包说的话越来越多，嗯，辛苦了，我相信，都是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爸爸一直给他鼓励。还有马洋，听说了你现在可以骑骆驼了，哦，恭喜！如果骆驼你们觉得烦，可以寄到美国，可以啊，还有我想要骑一个动物啊，还有矿胜，我也相信。未来你的厨艺会越来越好，看到了你装修的那个房子装修的那么好，啥子都可以做，啥子都会，啥子可以做，以后都可以，我们爸爸当家再聚一下。我也真的很想要再跟索索玩滑板。对，欢迎你们都过来，我们可以一起在我们的那个小湖上去钓鱼。如果你们要过来钓鱼的话，需要有耐心，因为我试过2次钓鱼，什么都没钓到。但是每一次我只少钓了一个，我现在比去年有耐心多了。他应该超级有耐心吧？可以再相聚，差不多。他也是以德服人的那种。你们俩相聚，你们俩应该玩得很好，是吧？想念大家。希望可以再相聚，好，拜拜，拜拜，拜拜。是这样的，我刚刚收到导演给我说了一件事儿，就是有一个爸爸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然后特地写了一首歌，让我们来看一下。哇！哇！哇！
哇哦！为啥？为啥？你为啥？你闭嘴！啊！妈妈不在家，我要个老乡。我要一个好爸爸。爸爸爸爸爸爸。还要父母的马。爸爸再坚持一下，快乐就出发。爸爸爸爸爸爸，呵护你的童话，大手拉起小手，幸福的一家。当妈妈把你带到了我们的家，成了我们每天最大的牵挂。看着你慢慢从马背上长大，希望你能勇敢，有困难也不害怕。我学着耐心地为你去解答，妈妈的爱有时也不太会表达，我愿为你唱首歌，弹起吉他。玛利亚，哦，爸爸最爱街舞，和你们一起去耍，照顾哥哥妹妹，我各有各的方法。女孩子走路一定要优雅，男孩子学会在挫折中长大，孩子就像粘合剂，连着我们一家。三代在一起说出内心的话，带娃的能力我也慢慢在升华，随时可以来一段快乐的步伐。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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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当家，请再坚持一下，快乐就出发。我回去上班了。爸爸爸爸爸，呵护你的童话，大手拉起小手，幸福的一家。爸爸总是希望能带给你惊喜，从玩偶到公主裙都会为你设计。爸爸妈妈爱的浪漫又甜蜜，是否真的快乐不是钱的问题。带娃不容易，有时我也会粗心，你受了伤害安慰我说没有关系。家里养了许多动物陪伴着你，希望你能像我一样乐观有趣。去到很多的地方，让你在阳光下快乐的成长。我们一起划船出海和冲浪，一起去跳伞，在天空中翱翔。我想成为带娃的百科全书，让你萌萌的脸上胖嘟嘟。爸爸妈妈浪漫的看了回日出，我们永远在一起为你守护。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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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当家，请再坚持一下，快乐就出发。爸爸爸爸爸爸，呵护你的童话，大手拉起小手，幸福的一家。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来当家，请再坚持一下，快乐就出发。起小手，幸福的一家。妈妈，我爱你，妈妈。爸爸，我爱你。爸爸也爱你。爸爸当家把我的哭神经都打通了。我这个人呢特别重情，我特别能触动，因为我们虽然是嘉宾，我们在台前，但是其实你们的付出我们看在眼里，很认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节目，就是我刚开始我想法特别简单，我觉得就是带孩子该干嘛干嘛，就骑骑马就完了。但是我没想到有这么多的东西啊！我真的很敬佩大家，对，我感谢这个节目，真的，真挺感谢。然后每一位都是最可爱的人，真的，谢谢你们，谢谢。
其实我听那首歌我挺感动的，为什么会收到这么多观众的这些回馈，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做节目的真诚吧，非常的真诚和保护，其实你们也是触动我们想要变得越来越好，所以非常感谢你们带给观众和带给我们每一个家庭所有这种正向的能量。爸爸当家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段很宝贵的在2023年夏天的一段回忆。